小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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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过来看这一条竹子。我跟你们讲，它这个起货的一个成品，在外面市场上最起码要在一个20000多块钱。今天我的一个粉丝给双双打电话，说是他之前在我这里啊订了一块板料，可以开始动了。然后我就急匆匆的就跑过来，因为我好几天也没有过来工厂这边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帮他研究研究这个板料。这个板料呢，它的肉质是比较细腻，它当时跟我收的价格是在一个大几千的，它现在要做的圈口是55+的圆条，说是他媳妇就带这个圈口，然后我就给他做，然后做圆条呢，它的厚度也是能达得到的，看到没有，它的厚度，那这里带一点小撒金花，还是比较不错，肉质比较细腻，它的种水起货效果的话，做出来的一个种水的话，可以在一个新农化网上的一个种水，还是比较不错，肉质细腻嘛。但是这条竹子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能保证它能做出来一个完美品相的，里面没有纹没有裂，因为那打灯给你们看，它是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毛病的啊，而且带点紫这一条，然后我们就赶紧过去给这个大哥把这个手镯压出来，看看它的一个起货效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走，跟着双双走起来。还好像我们加工师傅还在忙着，还在忙吗？那赶紧把我这个压下55的圈口。55圆条。对呀，圆条帮我压下，好像是带点春的。要多久压？大概2个钟左右吧。啊？2个钟左右吧。2个钟左右，那行，那我等你嘛。不紧不慢，2个半小时后。小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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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过来看这一条竹子，太漂亮了，简直！那还热乎乎的呢。这个肉质太细腻了，一个板料9000多块钱。本想着我以为做出来的品质也差不多啊，10000多出头一点。但这一只，我跟你们讲，它这个起货的一个成品，在外面市场上最起码要在一个20000多块钱。它最低最低啊，最低也要在一个20000起步，这种成色的肉质非常细腻，照不照得出来它这种感觉啊？要照出来啊，它实物你一定要把它拍出来，然后再打灯看一下，它肉质的话它是非常细腻的，而且10村9木啊，就是说10只紫竹里面它有9只都是木的，就是说它的结晶颗粒都是那种很粗糙的那种，但像这只的话它不会。其实说实话，像9000多买一个板料做出来的这个手镯，它的成品的话做出来非常非常漂亮，那性价比非常高这种，而且它是里面的话它是一点瑕疵都没有，一点小细纹都没有，相当完美的一条。那我转过来再看一下，哇，肉质太细腻了，这一条远超出我的一个预估。上手看一下这个角度，我已经有一点点不想摘下来了，超级贵气。好了，我不多说了，我要赶紧给那个大哥打个电话过去，给他一个惊喜。怎么没接呀？哎 ，Hello， 郑哥 ，Hello， 你的那个手镯做出来了，起货效果真的太赞了，我给你看。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那我在这个灯光下面，我给你看这个角度。哎，为什么这么暗呢？那这个角度我给你看，你收到实物绝对更满意，绝对物超所值啊。你说出去，你收到货以后，你说出去，你这条镯子，你9000多块钱做下来的，人家根本就不信，好吗？你拿到那个外面市场上柜台上面，你拿去对比，随便一对比，没有个20000起步，拿不到这种品质的货品。你看它的这个紫色，相当浓郁，而且它是属于那种见光不死，种特别老的那种。那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觉得怎么样这一条？非常棒啊！啊，非常棒啊，非常棒。好，你喜欢就好，我最主要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媳妇会喜欢。啊，对了，那个郑哥，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我，因为我现在是在录制着一个视频嘛，后期的话我们会发到那个网上去，你看你这边方不方便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想先把这个手镯送给我老婆，万一她看到你视频的话，那我就准备失败了呀。
好，没事，我肯定是要先把这个货给你寄过去，然后后期等你媳妇收到货以后满意了以后，我才会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上面去的嘛。嗯，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那就行。那我下午一点吧，下午一点我把这个货给你发过去。嗯，行。好，祝你惊喜成功。嗯，谢谢。好，好。那我这边先挂了啊，我给你发货过去，拜拜，郑哥。哎，好的，哎，拜拜。我感觉我比这个大哥还要高兴，因为这一条手镯真的是太赞了。来来来，拉近过来看一下，再细细的看一下呢，这种肉质，圆条啊，而且它一点的，它料子不少，关键是。它料子不少啊，你想想啊，9000多块钱的板料啊，做出来这种品质根本就想象不到的。我预估就在一个做出来的品质，顶多也就在一个10000多出头这个样子，但没想到这个2万超了，2万可以超了这条橙色。来上手看一下，过来，这个角度能不能拍得出来，小杨？这种上手效果真的太赞了 ，nice， 只有两个字 ，nice， 太 nice 了。好了，我现在的话要抓紧打包，然后给这个大哥给他发过去。那粉丝们，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一条手镯的起货效果怎么样？赶紧在评论区回复双双，然后双双的话也会每一条评论的话我都会去看啊，然后给大家一个回复。好，那么这期的话我们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是双双，好事成双的双，记得关注哦。